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们今天就来开始个新酒教学系列。就是一些算是专门给新手去玩王室战争的一个教学系列。我们就先举个训练师福科尔，应该是首先用骑士再加一个。事實上呢啲用萬應係可以搞掂嘅，咁跟住就再睇下有啲咩嘢可以學落啦。咁就放個巨人先。咁事實上嗰個組合已經可以爆一塔噶，跟住咧再放個騎士。加一個弓箭手，咁就應該贏到啦，因為佢嗰個訓練師會上係唔會成日出門嘅啫。好，我開個寶箱，再第一場，係一級嘅。首先。就放我个弓箭手，跟住他嗰个训练师去放个 ，OK， 阵再放一个巨人，不过流成水啦，系，得啦，好，跟住再放一个弓箭手，弓箭手。差少少，跟住放个魔力，跟住呢一度佢事实上就唔使点去守啊。果然后面加个弓箭手就系一个。巨人，巨人啊，巨人挡下嗰啲骑士同埋弓箭手嘅嗰个攻击先，再放个骑士啦 ，OK 啦，系得啦，得啦。我哋今日呢一个新手教学系就。即是專門教大家怎樣去玩王室戰爭啊。我們今天這個新手教學系列就會完成這個訓練營的，是的。那我們現在放什麼好先？巨人火槍手 OK正常的，得，我哋搞掂，跟住，因為我考慮放一個嗰個 Knight 齊唔使嚟嘅，即係嗰個騎士，咁樣啦 ，OK 啦。因為我們那個 Giants 應該搞掂，係啦，咁所以真係唔睇你嘅。咁要起一個名喎，咁就起咩好呢？我諗一下，我諗一下先。有了，应该起个算啦，问好 ，OK， 有呢个飞龙喎。
幾好得。Baby Dragon， 送個先。那，不是。啊，哎呀！不可以。有冇人攞水？高水。啊！哎，你嘈乜嘢啊？我讲佢，我屋企人。在那裡，在那裡準備煲水，我不知道要洗哪裡。算了，不要理會他的聲音，我們繼續走，因為這個是難得一見的，所以就繼續吧。就你們覺得他的那聲音是一個額外的一個算是怎樣呢，額外的一個聲音吧。因為這個時候呢就可以放個巨人，因為基本上只是會在一個弓裡面，跟住呢他將一個萬箭射了那些亡靈走，好恭喜，跟住都攞到去另一個塔啦。幾 OK 嘅物資。嗱，應該搞多啲，冇錯嘅。好啦，咁我哋今日咧就已經入了這個一階經理場了，因為我知道第二部片的新手教學系列也都會教大家去今天 Epic Sunday 這個其實我都覺得挺好的，不過等我們有多些錢的時候買吧，就應該加入什麼好呢，是啦，咁下一部片呢我又会讲我加入咗啲咩部落㗎喇。好，呢一条片呢就到呢度啦，大家都要记得订阅同埋开小铃铛，我哋下条片见，拜拜。